快看，这是什么怪兽？头上开了一朵花。来自遥远的地方，那是光的故乡。名字叫 Seven，Seven，Seven。名字叫 Seven。大家也来念怪兽台佩特吧！啊，你就是优信养的宠物小不点呀。大家也来捏怪兽幼年格斯拉吧。艾娜，你刚刚打倒了哪个怪兽？是怪兽希尔顿龙。大家也来捏怪兽希尔顿龙吧。